弟兄姊妹早晨，欢迎来到西雅图正道堂2020年11月15号的粤语主日崇拜。无论你现在身在何处，愿主的灵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一起同心敬拜神。现在等我们安静自己，预备今日的崇拜。书40:29-31，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疲倦，行走却不疲乏。以下由 Michelle 为我们大师。弟兄姊妹早晨，我们一起用诗歌来敬拜上帝。3:5-6嗰度话：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嘅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嘅路。下一首诗歌，有你。引领我足印走出
在诗篇34:8节那里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下一首诗歌，投靠他的人有福。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满有慈爱的神。你的话语大有能力，给我们生活的力量，给我们有时常的依靠。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体恤我们的软弱，宽恕我们的过犯。愿荣耀颂赞归于独一的真神。天父，求主你保守这个世界。我们每一天听到新闻的消息都会令人担心，但是主你是信实的，因为你说过只要我们求就必会得着。全球都正因为冠状病毒受到困扰，求主你保守疫苗研究团队心灵和身体上的健康，可以继续进行他们的研究工作，为疫苗的成果继续努力。求主你保守前线的医护人员，
他们每一天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有很多病人要照顾，精神亦都受住好沉重嘅压力。求主你保守佢哋每一位，俾佢哋有平安，俾佢哋有安慰，亦都纪念佢哋嘅辛劳，感谢佢哋无私咁样为病人去牺牲。求主你亦都继续安慰保守嗰啲患病嘅人，俾佢哋得以痊愈。喺我哋看嚟冇可能成就嘅事，喺个里边。是绝对可以成就。求主你带领这个国家，给各级的领袖赐给他们有属天的智慧，作出你合理心意的决定。求主你保守教会弟兄姊妹的平安，身体有软弱的，求主你保守，工作上有需要的，求主你开路，心灵有需要的，求主你都安慰。求你都特别带领长期在外面的宣教士，保守他们的平安。求主都兴起教会上下的弟兄姊妹，在这个这么困难的时候，都要继续找机会传扬你的福音，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有得救的确据。愿主悦纳我们的敬拜，垂听我们的祷告，藉着今天讲完的信息，将你的心意指示给我们。我们将以后的时间都交到在主你的手中。最后，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跟住我哋有献诗嘅时候。
今日嘅读经系选自诗篇34篇。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明，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得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民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先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存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以下有 Wendy 姊妹为我们证道。弟兄姊妹早晨，今天很开心能够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们继续在诗篇的系列，今天讲到诗篇第34篇。当我们看诗篇34篇的时候，一开始他就已经讲了给我们听那个背景。如果大家看一看这个的图片，这个 slide, 就是讲到诗篇34篇的背景。在撒母耳记上第21章其实是讲到大卫的逃难。如果大家记得去年呢，我们都讲过大卫的生平。21章就是其实大卫开始逃难的时候。当扫罗是追杀大卫，大卫首先去到拿伯这个地方，跟住呢就去到加特。事情的发生就是去到加特的时候，有些人话给加特王知，他说你看下这个咪就是人家讲话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的那个大卫咯。于是大卫呢就扮傻，扮一个的疯子。跟住加特王就话：，唉，呢个傻嘅，唔好理佢啦，赶佢走啦。咁嘅时候，大卫咧就系逃离咗呢一个嘅险境，跟住佢就去到亚道兰洞。如果照呢一个嘅故事呢一个发展嘅时候，相信诗篇34篇就好可能系大卫去到亚道兰洞嘅时候所作嘅一篇诗篇。在这里呢，诗篇如果大家看一看圣经的话呢，会见到有22节。不知道22对于你们来讲有什么的提示或者重要呢？如果是一篇英文的诗呢，就是26节了，应该。给不给到大家一个提示呢？原来在这个的诗篇里面，22节就是一篇的字母诗，就是用希伯来文的 ABC 来到去组成22个字母22节的诗篇。
除了这样之外，当我们看不同的圣经版本，又或者当我们去看不同的一些释经书的时候，都有很多不同分段的方法。今天我尝试将这一篇的诗篇分为三段，分别是大卫的经历、大卫的教导和大卫的信心。首先看一看第一段，在这一段七节的经文里面，常常出现了一个我字，就是讲到大卫自己啦。究竟他做了什么事呢？究竟他的经历是什么事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头三节，第一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其实呢，在原文里面是没有一个要字的。不是大卫在这里说我决心，我决定，我呢是要怎样怎样去做。大卫其实是形容他做着什么事。我时时称颂耶和华。时时是常常，是所有的时间。当我们看这一篇的诗篇的时候呢，你会发觉这个所有这个字，英文 all, A-L-L, 是出现了七次的。而这个所有这个的意思呢，在整个诗篇里面呢，是出现了八次的。大卫说，我在所有的时间里面，我都要称颂耶和华。他要赞美耶和华，他的心因耶和华为夸耀，他要因为耶和华而喜乐，他要称耶和华为大，要高举他的名。大家如果我们只是看这三节的经文，不知道诗篇三十四篇的背景，又或者我们不继续去看下去的时候呢，相信我们都不会估到大卫在这个逃难的当中写这一篇的诗篇。或者我们会以为，啊，是不是大卫生日啊？啊，是不是大卫结婚啊？甚至是不是大卫作王的时候所写的一篇诗篇呢？有一个的问题，我希望我们大家今天去思想的。为什么在一个的逃难的当中，你说是虽然他是逃离了加特王这个的险境，但是他仍然在逃难的当中。圣经里面没有讲到给我们听，究竟大卫是用了多少的时间来到去避开扫罗。有些人讲话最少两年，最多十年。有很多的学者都认为可能是大约七年的时间。如果他是在这个亚杜兰洞来到去写这篇的诗篇的时候，他是住在一个的洞穴里面，没有瓦遮头的。为什么大卫可以写出这三节呢？时时啊，几时啊，就算是在个洞里面几冻都好，就算是在出面奔跑几热都好，他都说我时时称颂耶和华。希望我们就从这一篇的诗篇里面，我们去找到这个答案。为什么大卫是时时称颂耶和华？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呢？跟住我们再看下第四至到第七节，当中就讲了大卫做了什么事啊？耶和华的回应又是什么呢？跟住就是那个的结果是怎样样呢？大卫讲到他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仰望耶和华的就有耶和华的荣光光荣。他在这个的困苦里面去呼求的时候，耶和华就垂听。个结果是什么呢？救啊，耶和华的拯救，耶和华的搭救，救大卫脱离一切的恐惧，救他脱离一切的患难，以致他必不蒙羞。其实第七节是一个很好的总结。大卫很清楚知道救他的是哪一个，不是他自己的机智啊，我扮傻啦，咁呢就能够冇事㗎啦。唔係呀，大卫好清楚背后嘅係耶和华嘅工作。耶和华嘅使者喺敬畏佢嘅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
唔好谂住咧，好似系哇，我哋去 camping 啊，一齐book 埋一齐嘅 campsite 啦，好玩啲啊，开心啲啊。四围安营系讲紧打仗啊，打仗嘅时候你点样去分派你嘅兵，点样去摆佢哋喺呢一个嘅安营，呢一个嘅营里边咧，呢个军营里边咧。大卫知道，当佢喺逃难嘅当中，唔系佢自己一个，而系耶和华嘅使者喺佢嘅四围，喺佢嘅周围安营，为大卫嚟到去征战，嚟到去保护大卫，嚟到去搭救拯救大卫。喺呢一段嘅经文里边，呢7节嘅经文，我哋就见到大卫嘅经历。佢经历到耶和华嘅拯救，又或者如果你留意我喺呢一度写，佢经历到嘅系拯救嘅耶和华。你话有咩分别啊？有好大嘅分别。咁我又想问下你第二个问题啦，究竟佢经历到嘅系耶和华嘅拯救啊，定系拯救嘅耶和华呢？我深信佢经历到嘅。系拯救嘅耶和华，点解啊？因为我哋头先讲咗啦，一开始嘅时候1至3节嗰个嘅格式啊，嗰个嘅内容，嗰个嘅感觉，就系一个好高兴嘅日子咁样，系一个胜利嘅日子，系称颂，系时时称颂耶和华。如果大卫只系单单经历耶和华嘅拯救，咁样其实佢写唔写得出咁嘅诗篇呢？佢仍然在逃难嘅当中，仍然系当耶和华高立佢作王，但系反而今日系要去逃离扫罗嘅追杀。如果大卫只系经历到耶和华嘅拯救嘅时候，佢点样可以写出呢一啲嘅诗篇呢？呢一啲嘅文字呢？所以我好相信佢经历到嘅唔系单单耶和华喺加特里边嘅拯救，而系佢经历到拯救嘅耶和华。如果大家咧记得喺但以理书一个好，我谂小朋友都好听过好多次嘅故仔啦。但以理三个嘅朋友啊，被王抌咗入去呢一个嘅火炉里边，佢哋个祷告系乜嘢啊？佢哋点样同呢一个王讲啊？佢话我哋相信我哋嘅神系能够拯救我哋嘅，但系佢话即或不然，我哋仍然会信靠，仍然会敬拜我哋呢一个嘅神。但以你呢三位嘅朋友，佢哋就系信呢一个拯救嘅耶和华，信耶和华系能够拯救。但系更加佢哋嘅信心喺边一度呢？就系、是、拯救嘅耶和华。我记得咧，曾经有一段嘅时间喺我自己嘅祷告里边，我亦都系求耶和华你拯救啦，耶和华你做呢一啲啦，你做嗰啲啦。但系好多时咧喺祷告嘅当中或者祷告之后咧，都觉得唔系好舒服嘅个心。究竟耶和华会唔会真系咁做呢？系咪我自己信心唔够呢？系咪我应该更加肯定嘅去讲神啊，我信得过你嘅，你一定会拯救嘅。但系如果我咁讲嘅时候，再谂一谂，究竟我系神啊，定系佢系神啊？系我叫佢去拯救啊，定系神嘅心意自己去拯救呢？于是我就改过嚟啦，我嘅祷告改咗，就好似但以理三位嘅朋友。神啊，我信得过你，我知道你有能力去做，有能力去拯救，但系我降服喺你嘅旨意底下，因为我信嘅唔系信你嘅拯救，我信嘅系你，系信你呢份嘅美善，信你呢一份嘅爱，我系信拯救嘅耶和华，唔系一个耶和华嘅拯救。喺呢一段嘅诗篇里边啊，1至7节出现咗3次救、救赎、搭救，其中一个咧就系用咗希伯来文嘅亚沙。你话
抹砂好似冇乜特别啫，但系如果我同你讲约书亚咧，Joshua 咧，啊，咁你话呢、这个就听过啦。Joshua 呢一个嘅名字啊，约书亚就系嚟自约沙呢一个嘅字。Joshua 嘅意思就系耶和华拯救。喺呢一度，大卫嘅经历就系经历到拯救嘅耶和华。好啦，跟住我哋咧去到第二段嘅经文，讲到大卫嘅教导。喺呢段嘅经文里边啊，第八节到第14节出现嘅咧就系你们啊，你们啊，众弟子啊，或者喺原文或者英文咧系讲到众儿子啊。11节更加咧系解释咗，佢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嘅道教训你们。呢一个系大卫对于呢一班嘅众弟子或者众儿子嘅教导。边个系你们呢？真系大卫嘅儿子？如果我哋睇翻圣经撒母耳记上呢一个背景嘅时候，你会记得喺亚杜兰洞嘅时候，有400个人呢系嚟到跟随大卫，佢哋都系喺以色列犹大唔同嘅地方。可能系俾人排斥嘅一班，佢哋嚟到大卫呢一度跟随大卫，所以我哋相信呢一篇嘅诗篇，可能其中一个目的就系大卫写嚟去教导呢400个弟子，教导佢哋乜嘢嘢呢？第八节开始嘅时候，一段我哋好熟悉嘅经文：你们要尝尝主恩嘅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但其实咧，中文嘅翻译咧系写多咗咗嘢嘅。喺原文或者喺英文里边咧就好清楚，其实只系讲到话答下啦，睇下啦，佢系好嘅，佢系美善嘅，耶和华系美善嘅。中文嘅翻译其实就已经话咗俾我哋听，你要答下尝下主恩，就知道系美善。失咗少少嗰个嘅味道啊，失咗少少嗰个嘅 insight 啫。当然啦，如果我叫你话，唉，你食下呢粒冰啊，你就知道佢系冻噶啦。又或者我同你讲话，唉，你睇下呢个波啊，你就知道佢系圆噶啦。咁你话，唉，咁啊，梗系啦。但系大卫呢一度讲紧嘅，唔系叫你去首先揾到呢一啲嘅主因，跟住。答下啦，睇下啦，你就知道神系好啊！大卫系讲紧你睇下啦，答下啦，睇乜嘢答乜嘢嘢呢？记唔记得头先讲过喺呢一段嘅诗篇里边出现咗7次呢一个所有啊，全部啊，all 啊。虽然喺呢一节嘅经文冇出现呢一个字，但系当大卫话你尝下啦，你睇下啦。应该系讲紧你睇下所有嘅嘢啦，答下所有嘅嘢啦，又或者你无论答啲乜嘢，睇啲乜嘢嘢，你都会答到睇到神系美善嘅。呢、这个美善就系佢系好嘅，同之后喺第10节什么好处都不缺呢一个好处系同一个嘅字。大卫话你睇下啦，答下啦，佢系好嘅。佢话凡投靠佢嘅就有福啦，就有呢一个嘅好处，呢一啲嘅福分一无所缺啦，什么好处都没有啊，都不缺啊。呢一度咧同之前嗰段有少少嘅分别、哦，之前系讲到耶和华点样去拯救我哋从一个负面嘅境况，呢一度咧就好正面啊，讲到耶和华点样去加添。我哋呢一啲嘅正面，呢一啲嘅福分，呢一啲嘅好处，弟兄姊妹，当大卫讲咗俾一班嘅弟子、一班嘅儿子听，耶和华系几好嘅，有几多嘅福分，有几多嘅好处，跟住呢，佢就同佢哋讲啦：你哋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唔好讲诡诈嘅话，你哋系要离开恶。而到行善，其实就系话俾佢哋听，既然咁好啦，
咁多嘅福分，咁多嘅好处，你哋就唔需要去作恶啦，或者你哋唔需要发穷恶啦，唔需要发烂渣啦，因为你哋有足够嘅资源啦，就系耶和华嘅好处，耶和华嘅福分。十四节，你哋要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呢一个和睦或者系平安啦，英文可能系译做 peace， 亦都唔单止系中文咁简单嘅平安，好似啊冇事啦就系平安咯，冇一啲负面嘅情绪或者喺离开一个负面嘅境况，咪系平安咯。但系原来唔系噶，喺犹太人个嘅文字喺希伯来文里边。这个的平安 Shalom 不单止是离开一些不好的境况，而是有一个整全的意思。又或者如果用回头先的经文，就是讲到一个一无所缺，就是讲到什么好处都不缺，就是讲到满有耶和华那份的美善，满有耶和华的福气祝福。如果大家去同一啲嘅猶太人見面嘅時候，第一句就會講 Shalom Shalom， 唔係講緊話希望你平安啦，希望你冇事啦，唔係啊，係祝福佢哋係滿有好處，祝福佢哋係有呢一份嘅福分，有呢一個嘅整全。大衛呢一度講緊唔單止係耶和華去救佢哋脱離一啲負面嘅情況，亦都係教導緊。耶和华是会将他所有的好处，所有的福分是给过我们的。第二段的经文，第八至到十四节，大卫的教导就是教导关于美善的耶和华。美善或者是好 ,goodness, good。这个的美善是一个什么的形容词呢？有一位美国的神学家，他就讲到，他说耶和华的美善，神的 goodness， 是一个散播的美善 ,spreading goodness。这个散播的美善就好像一个水泉一样。讲的不是、哦、耶和华这个水池很漂亮，有这个水池里面的水在这里喐下喐下或者喷泉很漂亮。不是一个独立的水池。而是讲緊呢一个嘅水泉啊，呢、这个嘅泉源啊，不断不断嘅去散播呢一啲嘅美善。所以当我哋系认识耶和华嘅时候，我哋唔系单单见到哇耶和华你真系好啦，咁就停咗喺度。而系当我哋去认识耶和华嘅时候，当我哋见到佢嗰个嘅好嘅时候咧，我哋同样会经历到佢嗰个嘅好处。佢嗰个福气系散发俾咗我哋嘅。大卫嘅教导就系话俾佢嘅众弟子听，亦都同样今日话俾我哋听，耶和华系美善嘅。佢教导佢哋关于呢一位美善嘅耶和华。好啦，去到第三段嘅经文，就系讲到大卫嘅信心。喺呢段经文里面咧，你就发觉，咦，冇咗我啦。冇咗你们啦，但系仍然呢系耶和华为中心。喺呢段嘅经文里面呢，亦都系去重复嘅讲到之前所提过嘅，讲到耶和华嘅拯救啦，讲到耶和华嘅美善。如果你睇呢段经文嘅时候呢，可能你会话，哎，真系好啦，终于呢去到第十六节同埋二十一节，哇，耶和华会惩罚呢一啲嘅恶人啊。是啦，这个就是我们要寻求的公义了。但是弟兄姊妹想大家呢是停一停先。这一篇的诗篇不是一篇寻求耶和华公义的诗篇。在其他的诗篇里面有诗人是求过耶和华来到去行使他的公义惩罚恶人。但是这一篇的诗篇不是讲到这个的目的。咁你话究竟呢一班嘅恶人系边一个呢？究竟大卫佢系讲緊耶和华去惩罚呢一啲嘅恶人系边一个呢？如果我哋睇返前面嘅经文嘅时候，大
大卫有冇讲过话啊？就系加特王啦，佢本来想杀我嘅，但系佢冇杀，所以啊，神啊，求你去惩罚恶人啦。冇啊，喺呢一篇嘅诗篇里边，或者喺撒母耳记上嗰度，亦都冇提过大卫去讲加特王系一位嘅恶人。又或者你话哦唔系，因为加特王都系终于咧系放咗大卫啊嘛。不过真正嘅唔系应该扫罗咩？扫罗就系追杀大卫嘅嗰个、哦。但系如果我哋睇翻耶利喺呢一篇嘅诗篇里边，或者整个嘅撒母耳记上里边，大卫有冇叫过耶和华去到惩罚扫罗呢？冇啊。反而大卫是尊扫罗为他的主啊，话他很清楚知道扫罗是神所高立的君王。纵然大卫知道自己是会承继扫罗作以色列的王，但是大卫从没有一日是想过要到伤害扫罗，亦都从没有一日是想过叫耶和华来到呢是去惩罚扫罗。那究竟呢一啲行恶嘅人，呢一啲嘅恶人系边一个啊？咁我哋要睇翻前一段啦。前一段喺大卫嗰个嘅教训里边，佢咪同佢嘅弟子讲咯：你哋唔好行恶啊！其实喺16同埋21节咧，系继续大卫嘅教训。大卫就系话俾佢哋听：你哋唔好做呢一啲嘅恶人啊！你哋唔好行恶啊！因为耶和华是会惩罚的。好了，我们解决了这个恶人的问题，知道这一篇的诗篇不是大卫去寻求一个的公义，乃是他真的相信耶和华是这个拯救的耶和华，耶和华是这个美善的耶和华。那我们就继续去看这一段的经文。呢度亦都系同时出现咗几次关于义人。义人又系咩人呢？系咪就系一啲行善守律法嘅人呢？喺呢一度并唔系、哦。我哋发觉呢一班嘅义人系一班咩人呢？佢哋系一班呼求耶和华嘅人啊！佢哋系一班伤心嘅人，佢哋系一班灵性痛悔嘅人，佢系耶和华嘅仆人。而更加嘅系去到22节讲到，佢哋系一班投靠耶和华嘅人。义人个境况其实唔系咁好、哦，系会不断嘅呼求，系会有伤心，系会有灵性痛悔，系会有苦难。但系点解佢哋系义人啊？因为佢哋投靠耶和华咯，因为佢哋所呼求嘅系耶和华，唔系别神，唔系其他人，唔系自己。他们去找帮助的，去寻求的是耶和华。当他们投靠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必不致定他们的罪，亦都是去听他们的呼求。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在中间的一句其实亦都是一个的高峰，讲到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拯救这一个的观念已经出现了很多次了，尤其是在第一段的经文里面，第一至到七节讲到耶和华的拯救，耶和华的搭救亚沙。这里也都是提到耶和华是靠近伤心的人。靠近什么意思呢？哦，好像没什么特别啫，近咯，近你咯，听到咯，睇到咯。但是当我哋话神系一个真系系高高在上嘅，系无所不知嘅，佢需唔需要靠近先至听到，先至睇到啊？但系呢一度好清楚讲到耶和华系靠近嘅，耶和华系一个乜嘢嘅神呢？系一个靠近嘅神，系靠近嘅耶和华。在旧约经文里面呢，靠近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的 concept。近亲，不知道大家认识熟不熟悉呢？近亲或者是 kinsman redeemer， 就是靠近你的那位亲人。在律法书里面讲到，
当你系揸人钱啊，当你系困难嘅时候啊，系边一个去救你呢？你嘅近亲啊，最近你嗰位嘅亲属就系要去搭救你嘅嗰位。又或者咧，当我哋睇到路德记啊，大家都比较熟悉啦。波亚斯就系成为咗路德嘅近亲啦，kinsman redeemer，去到搭救、拯救路德。喺呢一度讲到大卫嘅信心系乜嘢呢？大卫嘅信心就系呢一位嘅耶和华，佢系一位靠近嘅耶和华。弟兄姊妹喺呢段嘅经文里边，22节，大卫同佢嘅弟子亦都同我哋分享到佢嘅经历系经历到拯救嘅耶和华。佢嘅教导系教导关于呢一位美善嘅耶和华，佢嘅信心系信呢一位靠近嘅耶和华。翻返去第一至到第三节啦，大卫话：我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赞耶和华为大，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大卫点解能够写到呢三节嘅经文呢？佢仍然喺逃难嘅当中，同400个嘅跟随者喺呢一个亚杜兰洞里边日晒雨淋，唔知道当时嘅天气系冻定热啊？但系冇瓦遮头嘅当中。仍然喺呢一个逃难嘅境况里边，但系大卫佢话：我时时称颂耶和华，点解啊？因为佢经历到拯救嘅耶和华，因为佢经历到美善嘅耶和华，因为佢经历到靠近嘅耶和华，以致佢能够写呢一篇嘅诗篇嚟到教导当时嘅弟子儿子，教导今日嘅我哋。我哋知道佢嘅信心唔系耶和华做咗啲乜嘢嘢，唔单止系耶和华能够做到啲乜嘢嘢，佢嘅信心系一个嘅人里边，系一个嘅神里边，喺耶和华嘅当中。弟兄姊妹，我唔知道你今日嘅境况系如何，但系你能唔能够经历到拯救嘅耶和华呢？你能唔能够经历到美善嘅耶和华，同埋靠近嘅耶和华呢？去到新约嘅时候，我哋更加见到耶稣基督就系呢一个拯救嘅神、美善嘅神、靠近嘅神。记唔记得我讲话拯救呢个字啊？亚沙就系 Joshua 里边嘅其中一个嘅字根，耶和华拯救。大家知道耶稣嘅英文啦，Jesus 啦，但系如果你咧同一啲嘅犹太人讲嘅时候，佢哋唔会称耶稣为 Jesus，佢哋称耶稣为 Yeshua，就系约书亚咯。耶稣嘅名字就系耶和华拯救啦。耶稣佢自己就系呢一位嘅拯救者，美善嘅耶和华。当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为我哋嚟到去死埋葬，被复活之后。当我哋信耶稣嘅嗰一刻，我哋与基督联合嘅时候，耶稣所有嘅美善就俾过我哋啦。呢、这、一个唔系单单话啊，耶稣你好好啊，我冇咁好啊，唔系啊，呢、这个系一个散播嘅美善啊。当我哋系在基督里，基督在我里面嘅时候，我哋就能够去经历得到呢一份嘅美善。就好似喺约翰福音第15章讲到葡萄树与枝子，佢话常在我里面嘅，我就常在他里边啊。我哋能够系经历到神，经历到耶稣所有嘅美善。耶稣亦都系靠近嘅耶和华，靠近我哋嘅神。喺耶稣出世嘅时候，佢话佢嘅名系乜嘢啊？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啊！今天同样啦，喺约翰福音15章，
我哋常在耶稣里边，耶稣就常在我哋里边。呢一个系一个好靠近嘅，靠近我哋嘅神，靠近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盼望呢一篇嘅诗篇能够帮助到我哋。我唔知道今日你哋嘅境况系点样样，但系盼望你哋当你哋去祷告嘅时候，当你去读呢一篇嘅诗篇，或者用呢一篇嘅诗篇嚟到去作你嘅祷告嘅话，你能够经历到呢一位嘅神，能够经历到喺你心里边嘅主耶稣基督，佢系搭救你嘅主耶稣，佢系美善嘅主耶稣，佢系靠近嘅主耶稣。去到最后咧，我想用一个朋友嘅见证同大家咧系分享。我有一位嘅同学啊，咁佢今年嘅大约二月嘅时候咧，就同我哋讲话咧，佢嘅媳妇，即系佢仔仔嘅太太咧，放工嘅时候行翻屋企，但系好不幸咧，俾一架嘅车撞到，跟住咧就即刻咧就离开呢个世界。当然啦，我同学同埋佢嘅屋企人亦都系真系好伤心，亦都系要办理身后事啊，同埋咧。呢一个佢嘅儿子媳妇咧有三个嘅小朋友嘅，唔系好大，咁所以咧我朋友亦都系要充当埋呢一个母亲嘅责任，帮助佢嘅儿子咧点样去照顾呢三个嘅小朋友。咁咧呢位嘅朋友咧，佢亦都系平时有读经嘅习惯，但系佢话当呢件事发生之后咧，佢话读唔入啊。睇来睇去，就算佢逼自己坐喺圣经嘅前边睇30分钟，但系入唔到个心里边。于是佢就问我哋嘅老师有啲咩嘅提议呢？佢话我知道我要喺神嘅话语里边嚟到去支取力量，但系睇唔入啊。老师就俾一个嘅提议佢，佢话你唔好跟住你现在嗰个读经嗰个嘅计划啦。你不如尝试去读一读诗篇啦。于是呢一位嘅朋友咧，我嘅同学，佢就照老师嘅提议去到睇诗篇。佢发觉啊，真系有唔同啊！当佢睇到诗篇里边，诗人点样去敬拜神，点样去追求神，点样去寻求神嘅时候，佢心里边有一份嘅平安。喺诗篇34篇里边，虽然冇讲到话一个寻求公义嘅一个嘅 concept， 但系喺里边，当我哋能够将我哋嘅目光注视喺呢一位拯救嘅耶和华，呢一位美善嘅耶和华，呢一位靠近嘅耶和华嘅时候，相信我哋无论喺乜嘢嘅境况当中。我哋嘅心灵亦都系能够得到一份嘅平安 ，shalom 一个嘅整全。我哋能够感受得到耶和华嗰份嘅爱，嗰份嘅美善，嗰个嘅同在。希望呢一篇嘅诗篇都能够成为弟兄姊妹嘅鼓励同埋安慰。我哋一齐嘅祷告，慈悲嘅天父喺度感谢你，感谢你喺乜嘢嘅境况嘅当中。你仍然是呢一位嘅美善嘅神，呢一位拯救嘅神，呢一位靠近我哋嘅神。天父啊，喺度我都将弟兄姊妹同埋孩子自己摆上，或者喺呢一个嘅疫情嘅里边，喺我哋今日现今社会嘅里边，实在系有好多令我哋伤心嘅事情，令我哋有好多烦扰我哋嘅。甚至乎我哋就好似觉得自己好似同大卫一样喺度逃难嘅当中。天父啊，求你就用你嘅话语、你嘅诗篇嚟到去俾我哋有一个嘅安慰，俾我哋有一个嘅鼓励，让我哋能够去靠近你嘅时候，我哋经历到原来你首先已经系靠近紧我哋。让我哋去求你嘅拯救嘅时候，我哋知道原来你就系呢一位拯救嘅神。当我哋发觉我哋好似一无好处嘅时候，我哋去寻找有啲乜嘢嘅美善嘅时候，我哋就见到、经历到你就系嗰个嘅泉源啊！你就系爱，你就系美善嘅泉源。
让我哋嚟到你嘅身边嘅时候，我哋就能够大大嘅经历得到。求天父你就祝福我哋每一位，我系咁嘅祷告交托，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求，阿门。我哋一齐嚟唱一首回应嘅诗歌，投靠他的人有福。请大家起立，我们颂赞三位一体的真神。低头领受祝福，愿我哋时时都能够尝到主恩嘅滋味，让我哋嘅生命不断嘅系有福气嘅。愿耶稣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爱、圣灵嘅感动，常时与我哋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感谢主，我哋嘅敬拜吓，亦都。到呢度结束，我哋继续为到呢个国家祈祷，亦都为到新嘅总统祷告，无论系唔系我哋自己心所想，但系我哋相信神仍然系作王嘅。无论点样，我哋真系将未来嘅新嘅总统同埋佢嘅国员都不断嘅交托俾主。好，我将下边嘅时间交翻俾主席。弟兄姊妹，以下有一个关于正道堂宣教事工的一个 update。 正道堂全球宣教的意象是通过以下这几个方式去履行基督的大使命。第一，要成为差派宣教士的教会。第二，要兴起和装备中长期的宣教士。第三，是装备和差派受限制国家而来到的学者和访客。第四，支持和配搭全球50多位的宣教士。正道堂全球宣教事工的预算和财务的状况，预算是基于信心，在收到奉献之前就已经支付了。正道堂宣教事工的基金在2020年的预算是为525,000美元，直至到9月20号为止，收到的大概是197,000美元，支付的是256,000，尚欠大概60,000美金。而且我们在正道堂里面都有很多不同的宣教的机会是大家可以参加的，
例如暑期去墨西哥、去台灣，冬季嘅時候亦都會喺墨西哥度有另外一個短宣活動。喺俄羅斯亦都有學生嘅事工，喺本地嘅華大裏邊亦都有八達利流嘅事工，喺伊利諾州大學亦都有學生嘅事工，喺鋪文亦都有。咁點樣先可以參加正道堂嘅全球事工，或者點樣先至可以參與呢？其中有我哋可以做嘅就係為咗我哋嘅宣教士禱告，求神俾佢哋有力量，或者通過奉獻，係指定宣教基金嘅奉獻，去到支持佢哋。咁報告係到呢一度，咁至下咧會有一個短片同大家分享，請大家留意。Hi, my name is Jessica. I currently serve with Unive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正道堂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葛维仲，大家都叫我 Danny. Hi, ECC. My name is Lily Asui. I'm Kevin Asui. And we have the privilege of working down here in San Antonio, Texas with an organization called Agora Ministries. Swadikap, greetings from Bangkok. I am Devendra Rai. I'm Coco. 我叫做苏菲云，我现在在圣地亚哥。Hi, my name is Mo Abaya. And I am Janet Abaya. We are ministering in Jos, Nigeria. 亲爱的，我是何仲科，我现在是从圣地亚哥。Hi, this is Sean Miller, and my wife Mandy and I are from the English-speaking Caribbean and Alabama. We could say a proper Caribbean, a pleasant good morning to you, or we could also say, good morning, y'all.COVID has really impacted our ministry as we focus so much about being incarnational with the campus. Although COVID has made it significantly harder for us to meet new students and be in relationship with non-Christians, we really see that God is using this time to increase our dependence on Him. 我们机构的意向是把福音传给中国未来的领袖。这次疫情对我们的施工影响很大，但是感谢主，我们所有的聚会都移到了线上。As Agora, we exist to share the love and hope of Christ.In high need areas. Helping the pastors in the effort to reach, to disciple, to enable, and to strengthen their people. And before COVID-19, we've been flying everywhere to Asia, of course, through the Zoom, we can talk to people to help people to know our God, to know Jesus Christ. Our ministry focus is to equip the churches of Africa. COVID-19 interrupted our training program. The Lord used you to open our eyes to the physical needs of the people around us.We were able to bless our community as we shared food to these vulnerable people. And through that, we showed them the love of Jesus Christ. 我这一阵子24年的释放了，重点是在中国大陆，那么大概有150个地方。我最近呢，这5年主要呢是在讲青少年夏令会。From the very first week of lockdown, we asked the question that was there from the beginning of Child Evangelism Fellowship, how do we reach the children? We have done Good News Clubs and 5-day club efforts, any way that we can to help the people of the Caribbean reach all of the children in the country. Thank you, ECC. Please continue to pray for us as we try to meet and engage with so many new students on campus. 感谢大家在过去对于我们施工的支持、鼓励和带导。Yes, thank you, ECC, and we love you. Thank you for your teamwork.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prayers and support as we do the kingdom work here. 好，谢谢，再见。We love you, our dear friends. Thank you.弟兄姊妹，我哋以下有几项特别嘅报告。喺下个星期日，11月22号早上11点至到12点半，会有一个粤语堂嘅感恩节网上分享会，都系特别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嘅话，可以做一个3至5分钟嘅一个分享，系关于呢个疫情嘅。咁如果你有兴趣咧，就同黄传雄弟兄联络。儿童圣诞礼物捐赠。咁樣呢，因為教會不嬲都有參加呢一個事工嘅，都會有收集箱，但因為今年嘅情況好特別，所以呢教會就唔會設有呢個禮物嘅收集箱㗎啦。如果弟兄姊妹你有興趣參加呢個事工嘅話呢，請喺呢一個時間裏面呢係將你嘅禮物包呢去送去收集站裏面嘅。亦都鼓勵弟兄姊妹參加呢個咁有意義嘅事工，詳情睇呢一個幻燈片。
嚟紧十月五号朝头早十点钟，会有由 Elsa V 姊妹带领嘅一个关于处理小朋友情绪上面嘅技巧嘅一个 workshop。如果有兴趣咧，就可以透过 Zoom 去参加。奉献方式会有以下两种，可以透过银行转账、信用卡，亦都可以寄支票嘅。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 send email 俾 finance team。网上的主要学都会继续进行，会有两班，一班是扎根永恒以西结书上，另外一班就是慕道同真理班，请大家预留时间参加。今天的崇拜来到这里结束，亦都是感谢你来到这个网上的崇拜，我们一起低头默祷散会。